现在时间17点整。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哎、欸啊，但是差不多十个有一个知影讲啊，都迄、那个名刚才名知影，哎、欸，所以十个有一个知道就对。啊，没卖啊，去食早顿，嗯、欸，有时候穿拖鞋穿短裤哈，嗯哈，哎、欸，还好，很庆幸都不会被认出来。你等等，希望不叫我认出来。好啦，今天呢哈啊，先这个跟我们市长哈这个聊聊天呐、啊、哈。田中平又因为其实我想要有趣的，请市长来自我介绍。卢哥，你这样不这起定啊？回忆我们小时候，你自己怎么介绍你自己的名字？嗯，木子李。哎，木子李啊、孟子的孟。啊哈。哎啊，燕就是成语谚语的谚，哎、哦，再加一个言字旁，哎，对对对对对，啊，但是谐音哈，就是，哎，谐音的话，通常如果一般很多治水哈，治水工程的、水利工程的开工典礼，嗯，或是完工典礼，在有人在致辞的时候，我通常会被点名好几次，因为你是那、嗯、你是咱台湾的水利专家，没有，就是会。就是说，哎、嗯欸，这个工程完成后，我们就可以脱离淹水的梦魇。哎、欸，你是要铺这个梗哦？哦，梦魇、欸、哦，我就常常会，哎、欸，怎么又在叫我的名字？啊，你很生气啦，哦，不会，公生气啦。是，今天你哈，其实来到台南哈，是有真侪乡亲，因为基台哈，在几个这个议题，嗯、其实哈都很敏感。但是我觉得哈，既然咱民众这声音出来，咱今仔日咱邀请市长，市长吼真有诚意哈。你看那个资料这么厚一叠，今日看脸书，安尼十几页哈，第二就是希望哈，咱来做一个说明。那当然，沟通是双方面的，所以我今仔日透过咱的脸书来听，就比如你独哥对的，当然不关恭喜这鱼电共生，想支持咱台南铁路东移，哈、哦、啊，这个相关的代志，拢会当透过咱快乐联播网哈、哦，搜寻一下我们的粉丝专页，然后在现场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对不对？在直播下面你可以留言。那独哥在第二阶段时阵哈，就是差不多五点差不多25分左右，然后诶，总加留言有一些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可能市长哈，诶、这边也可以做一个及时的一个回应啊、哦，可以啊。那首先，我想我先针对哈，底下最近其实那透过全国媒体已经包括外观其中才差不多知影，底下台南的七个哈，讲这个气温降低，降低是听讲是足好啊哈，因为起码都是迄、那个。太阳能嘛，吼，来发电啊。不过，这个用的这個地吼是，即马咱渔民朋友吼，
利用这个，比如讲租用这个养殖哈、哦、鱼温的这个场地，嗯嗯嗯、所以今嘛得的讲吼，卡扎吼，卡扎家为着要种这个咱讲分蛤蜊哈，文蛤啦哈、哦，对，一种蛤蟆嘛哈，对不对哈？这卡扎吼3万得当租着地，今嘛吼。因为降电的业者吼，吼出手较澎湃，30万，所以吼真欢乐呢。咱只渔民朋友就真欢乐，讲哇，安尼个会好啊，安尼就迄个地主拢要种地，做伙计少较悬的啦。啊，阮的产业要安那，所以刚当请到咱李孟燕市长吼啊、来为我们答复这个问题。是，这确实是一个众所关心的哈、因为咱台南。经过评估是全国上适合做太阳能发电，日照很好，日照非常的充足哈。啊，第七个遐，现在也确实像台研，也嘛成立一个太阳能发电、绿能发电的部门，啊、台研公司等等，嗯、啊，他们就底下做土地哈、啊，开始跟余温的地主在谈了、啊嗯、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发现，这个他们租完土地以后，可能原来承租的那些，这个承租来养鱼的，好、哦，来养鱼温的，哎，来，哎，那些这个养殖户哈、哦，是，他们就会恐慌，对，也讲讲啊，安尼后盖因变做无法多去养殖，对啊，因别人计小较好啊，地主拢租因啊，是，啊，这个关注，这个计划其实整个是由市府。跟经济部主要是经济部主导、是啊、但是要透过起户诶，这个呈报了、嗯啊、所以咱即马有达要求，有跟也召开一个说明会，就是讲，加诶这个承租，这个相关的公司未来承租要送件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啊、我们会列为这个必要的要承诺跟这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讲，以爱加加诶关承租户去谈。好，那么要得到好，比如说80%以上的承租户的同意，好，就是讲，一个他愿意用比原来承租户更低的价格，再回租给那些这个养殖户，嘿嘿，好，比如讲，原来做3万，也许他用28000，好，再回租给他们，让他们继续养，第二个，他要控制他太阳能发电的面积，是，好，主要都要在那个温花顶头，好，真正。一个水域的面积不能遮蔽，不能超过20%。那讲到这20%都下不呢？渐渐有消息传出来哈，是40的时阵，真侪人就伫咧抗议，因为哈、他说这个只能讲分蛤啦，就是这个文蛤哈，这种蛤蟆它需要有那个藻类啊，藻类都爱趴掉里头。根本你如果覆盖40%的时候哈，咱家诶这个养殖业就在讲讲安尼袂使。因为绿藻不会长得很好嘛，那这个文蛤的这个生长也不会很好嘛，哦，那这样其实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根本农委会能源局这边说，农委会我先讲哈，是农委会这边他就讲说，好，那我们现在在年底的时候要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好，但是这个出来的数字是说大概用30%，但是所以台南市政府的标准有更严，所以覆盖率只。同意20%，就是说水域的覆盖率，水域的覆盖率不能超过20%，它有一些是主要设在汶花，所以是全区，全区连汶花盛在不能超过30%。好，包括汶花，是讲来安尼的。汶花是较无，而且汶花我觉得好处，伊将来还可以在汶花顶头挡，就是因为有太阳能板，它可以经那个防风的那个网哈，对于防止文蛤。或是养殖的鱼受到寒害是等等也有帮助。那请教一下市长啊，以目前这样的讯息，我们的养殖户我们这边的朋友满意吗？目前我们有召开一个记者会来对外说明，也请这些申请的业者要对养殖户逐一的办说明。我们知道已经有2个申请的业者哈，他们已经取得大部分的养殖户的同意哦，所以当然这个会持续的请他们沟通，目前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养殖户有一个这个申请业者他是、表示他已经取得差不多5%大概同意书、所以这个以覆盖率来说这个30%大概较会当接受、比较早的40%你说来不过现在好像、所以可能也许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是、我想也欢迎大家
提供啦，哈、嗯，啊，咱一起来面对跟解决，嗯、希望我都创造，嗯，共创这个双赢或是三赢的这个机会。上好是三赢呐、啊，对，就是不影响既有的养殖，对、啊，啊，又能够种电、啊，因为这个。伊那累积起来，迄面积拢介大，啊，佮袂影响到台南市的观光啊，观光、啊、真正是三赢啊，对对、嗯，啊，另外、嗯、对，比如说寒风、这个寒流发生的时候，哎、这个太阳能重电的余温又可以有一个防风的一些机制，嗯，好，所以今嘛市长是善意回应哦，第一个介绍。没去嘛哈，你现在甚至还可以再稍微跟他讲嘛，但是以三万来讲哦，不是以那三十万哦，十倍是三十万算，就原价格是原价格，原价格甚至比原价格更低的价格。好，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哦，就在想说，那到底现在台南市政府是不是已经有核发的任何一张的这个执照给重电的业者了？目前这种承租养殖户养殖余温。来申请的目前都还没有核准，还没有、哦、都还在、洽谈或是申请的阶段。哎，但是用什么标准？比如说去接受伊给他执照。您说，比如说重电的业者啊，他如果来，就是 OK， 覆盖率不能超过20%。按个包括迄个话来讲，哎、不能超过30%嘛，哈。是。而且还要有刚才您讲的一个重点，要有其他的。这些的养殖户他们的权益，对，能够确保他们先确保、欸、这两个条件如果都符合，你的执照才会发给他。刚是哇，顾伟霞那公，而且还要最后还要送经济部审核，经济部能源局，对，确认他的相关的设施是符合规定，他才会取得许可、然后才来设置这样。所以那听众朋友你有关心这个议题哈，就是在七个地区这个咱说余电共生哈、这样的一个模式哈、那您有关心的话，等一下也可以透过脸书下面的留言哈、来向我们提问问题。好，现场是我们的李孟燕市长在现场。好，但是其实这个话题里面还有一个。我看到资料是台南市政府哈、也有一个弹书啦，就是太阳能板诶等着被清洗的问题。是这个部分嘛有要求啦哈、就是讲然后业者也都表示可以可以承诺，就是因太阳能板啊、如果一个洗干固会卡灰尘，或是说一个水鸟可能叮头会一个棒晒，哎呦，所以、他们都会用清水，高压水枪。高压清水去清洗的塞、它不会用清洁剂、这个是有明确的我改规范的地方、所以不会说去影响到余温的这个水质或是养殖的这个品质、我能不能最后问一句，就是市长其实您也是最亲近市民的、自从您当了这个市长之后，去嘉伯园很多地方嘛是都给他套套嘛，对不对、那到底在这个议题上面，您觉得还有其实我们真正渔民朋友养殖户很关心的问题，或是所谓包括我们的农渔、在这一块的土地上面所关心的、你们还在积极去寻找解决方案的有什么？可能还有一些反应，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有些渔温是黑面琵鹭习惯去觅食的地方了，做了太阳能以后会不会让黑面琵鹭觅食不容易，不容易，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觉得因为覆盖率只有30%，所以我们那另外在国外也有一些文献，就是说在湿地或者是太阳能做了太阳能以后，水鸟反而是增加的，水鸟的觅食等到是增加哦。这个我们也你在讲呢，一刚才相信有影吗？我们会这个目前就是有一些水鸟的专家是提出国外的这些文献，不过这个我们还要再做进一步的确认哈。是，然后来也适度的来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嘿，至少我想不会说，因为大家可能想象中是。余温上布满了太阳能板、那当然它的觅食可能就会受影响、如果这个只有20% 或是30% 的这样的一个百分比、我想对日照啦，对藻类的生长、还有对鸟类的栖息或者是觅食，是我们认为那个影响应该是有限的、那另外一个说法说、会不会太阳能板很刺眼、
啊，对对对，哦、反光啊，嗯，从、啊、鸟类就不飞来了。嗯，啊，这个、嗯、这个部分，我想是需要再做一些验证。我想我们会、嗯、会再请教水鸟的专家来做一些了解跟哎呀。跟咱来讲，就是讲哈，跨越太阳能板怎么搭啦哈、嗯。你如果刚好有至少要留一个区域是给鸟类的，嗯、或许还好。对。欸、这个部分我觉得特别黑面琵鹭的保育区我们也会再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规划或者是包括觅食区不会去受影响到他们。对啊，记者哈我们有保护到这一块哈、哦、这个都要很小心。呵，那这个议题哈、哦、因为真的很受到大家哈、哦、的这个瞩目，那我们希望在现在哈，因为极端气候，我们看那个整个北半球啊，连丹麦啊、挪威啦、加拿大啦，哈，是，包括美国、瑞典啊、希腊、雅典，整个都已经热到翻了。嗯，包括日本跟韩国。不过，亲爱空中好朋友，我是那熊熊讲到家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现在地球上粮食危机都已经要来了。嗯、你看哦，现在日本的各类菜哦，今嘛哈拢起一杯。哦，那样，因为很多的水果跟蔬菜、哦、都被日头晒死了，嗯，所以我在说农业就提供粮食啊，渔业也是一样啊、嗯、所以报告市长，所以农渔业确实很重要，对不对？当海洋都受到污染的时候、嗯、能够用人工养殖的方式能够提供食物，这样我要紧吗？就要紧、嗯、所以我相信我们的人类，我们相信台南市政府、哦、应该也都会以长远来看这件事情啊、哦嗯嗯、希望大家、啊、把情绪放下，对，理性的来探讨了，真的、欸哦、好啦，我都说台南、哦、文化盖好，因为是古都，所以大家都气质、哦、比较好、哦、所以台南的朋友、哦、我跟您娱乐啦、嗯哦、再来一个问题，当然这也是做敏感嘛，台南人有一个光荣感、嗯、对自我城市的一个光荣感、嗯、有啊，我们两个是外县市来的，特别有感觉，你是彰化人嘛，我是高雄人嘛，像我太太是台南人、嗯嗯、哦，是、嗯、我从跟他交往，他就一直对他对台南的食物、啊、有一份这个莫名的这个骄傲，是哦，透早吃那个牛肉汤，那在台北吃到就都说啊，这跟我们故乡都未必的，不要不要、啊、所以每次要跟他出去吃饭都非常困难、嗯欸、我猛说全国的节目、喔、我跟齐听说一下，到尾真的有营养学专家他们去研究、嗯、像台南这样的吃法其实才是对的，早餐吃的营养对是健康，而且早上吃肉容易使人其实情绪比较活泼、嗯嗯、正好是一天活力的来源 yeah、嗯、所以真的是赞，有一些健康专家 是鼓励一早就要吃、嗯、吃很营养，是、嗯、很营养，甚至吃肉吃那个、所以啊，台南的早餐够营养的吧，营养，对、来这些我开讲、哦、来这个我现在先感觉给电台小声差不多进攻格，因为现在要讲的话题吼，大家都要深呼吸一下吼，因为今麦个伫咧脑猜猜是安那，就是吼台南铁路吼地下化，暗哥吼迄个拆迁户整个的这个抗议事件到现在吼似乎还是不平静。现在空中好朋友如果你吼坐火车到台南，那个啊，那个旁边。好，铁路旁边还有很多拆迁户哈，他们留下来的那些标语哈，哦，感觉好像天怒人怨啊！到底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最新的进度，向着全国听众朋友来报告，来报告的是咱台南市的市长李孟燕。感谢大家在插播以后继续收听，谢谢。少年不养生，老了养医生。男性朋友要选对保健用品，射虎健南瓜子茄红素血成畅必定，使用南瓜子、茄红素、虾红素还有专利的血成萃取物可可多酚，一次给你所有该有的保养成分，给男人幸福的人生。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或拨0809-092-898。从生完小孩抱着上下楼梯，现在走路变得好吃力。我也是啊，年纪大了吼，走路很不舒服。保养变得很重要，擦的葡萄糖胺产品让你随时更方便。选用来自纯净无污染的纽西兰奇迹之贝亲口一贝萃取物，现在葡萄糖胺 MSM 关护乳膏特价优惠中，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或拨0809-092-898。世事多变，人生无常，有的人是为着亲情事业身体在烦恼，所有的烦恼在这儿有一个解好的方法要跟您大家分享，就是这张回向文。我们若要困进前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成债主，祖先我们的心内会更加平静，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和潮流不断线，每天开车上网回家，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是我最快乐的事。快乐联播网陪您串流全世界，掌握新知，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或搜寻官方 LINE 快乐联播网。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来，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咱即马倒来现场，这是快乐联播网，我是 Angel， 今仔伫咧台南，这是咱快乐联播网的台南台。那除了咱在哪里有边啊，会当收听以外，今天一样透过我们的脸书，嘿，对，手机滑一滑，赶快打一下快乐联播网哈，好，就可以看到今天现场的画面。我们真的资料准备的很多，我们感谢现在在线上留言的有红林，有我们的韩坤聪先生，还有我们陈妍玉，还有我们忠实听众洪明丽等等哦。来，听众朋友，只要你有给我们按赞，然后有问候，甚至有留言的哈，来，我们今天都会回复哈。好，来，第二个问题啊，千金当，台南铁路地下化这件代志哈，本来就讲有成立一个专案照顾住宅，啊，看呀，真水呀哈，伫咧台南的生产路上啊哈，啊，而且哈，几乎是算有一点点那个高级住宅，因为它对外开价是一平25万呢，哈啊，确实是很漂亮，但是呢，拆迁户有的还是不赏光。我们抓到的资料哈，我们知道现在至少有180户啦，哈，这是可能几个月前的资料，现在可能或许又更多了一点，但是还是有人在坚持，就是说，你给我搬出，我本来住在市中心呢，现在你这个新的什么照顾住宅，去的所在是较偏偏呢，哈，那再来对啦，你是讲新厝，你讲我哈厝嘛，这老啊，这旧啊，可能是危险住宅，为着我好，而且计小生活较少，搁找银行来贷款利息，讲有较优惠。不过呢，住处以后，我的心上就排着贷款，这些人哈，我无爱欠人钱啊，无爱搁贷款啊，我是几岁啊，我囝嘛唔敢乱拍啦，哈。所以老实讲，民众有民众的生活，他们的人生的规划跟重心。那我想市府其实哈，当官之前也都是民，对不对？我们都是假币咱亚币给人。我想市长，我们都了解民众的心声。那到目前，我们到底在这件拆迁户的照顾上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争议？那我们怎么样来做会更好？是。我想铁路地下化哈，这个是咱台南市可以说是百年的重大建设啊。因为百年前铁路开辟了，就将台南一分为二。所以铁路的东边跟铁路的西边拢爱靠地下道，或者是高架桥连接哈。那不地下道、高架桥都爱单这个平交道。像青年路现在还有平交道。而且那个平交道还算蛮危险。因为就对距离就对啊，所以你得那耗资一变换，有时候会应变会来不及所以这个百年建设其实是很非常需要大家来支持的哈啊，其实民意调查起来90%以上的民众是都支持铁路地下化的建设台南市所有的议员民意代表也都挺这个建设应该继续来进行但是怎么样让这个建设也让沿线的去拆到房子的这些住户能够减少损失所以东西起户赖市长他就推动了这个照顾住宅把那时候来投标照顾住宅后来是复利建设来导了他一起台南可以说是最
最具知名度哈。听讲真正叫名声，像品质啊，王建民呐、啊，哈、哦，好、哦、好，他盖的大概都是、欸、王建民、陈、哦、信宇，哈、哦，都是很多医生呐、啊，哈、哦，都是买他、其他的地方的房子，哈、哦，他大概他的房子大概有一批粉丝在追随，哈、哦，那所以他愿意这、他也是他这也是福利建设第一次来盖这个跟公共工程有关的，是，因为贵体都没参与公共工程，他有点是要来，办回馈哦，啊，所以，他我们盖好以后，合约规定他卖给照顾住宅，卖给这个拆迁户的照顾住宅，是，一平是105000块，对，好，啊，周边的那个部分是250000，对，所以其实如果民众来买这个照顾住宅，可以说是有马上有一倍的价差。是啊，而且他当时在相关的建材的选用，也特别的提升他的品质。我是特别提升哦。对，合约咱规定，不是讲比较小的较青菜。嘿，合约规定咱是用合成的卫浴。哦。结果他全部自动升级到跟隔壁一样是东 total。total 的这个卫浴。那个门哈、是。还有规定是一般的门，那个大门，他也是特别去用。电子锁哦，是建材贵也拢提升，成本更加高。哎，阿、的相关的很特殊的那个那个防爆门，防爆门之类的，对、嗯，啊，所以很多建材是都提升，而且设计上有很多独到的巧思。哦，几乎户户都几乎每一户都有那个厕所都有窗户，哎呀、啊，哦，咱有时候买公买迄个大楼买公屋，咱最怕厕所，对对对，我一定爱经那边所有开窗啊、那你跟我太太一样，我真是坚持是啊，所以伊嘛真正有起价较好。所以这几个、当然就是尽量几乎所有的厕所都、大部分的厕所都有另外的通风跟那个相关的窗户、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难得的设计的巧思、而且外观看起来，我说实在，我几乎就变成105000，它这个市价是大概200000+、所以对这些受拆迁的这样的一个民众、其实是一个我们等于是来补贴他们为这个城市的付出了、所以地点虽然有较差过啊，地点其实嘛未歹呢，因为遐是未来、第一个它紧邻文化中心哦，离文化中心一地啊尔哈，啊第二未来在那边会有铁路的火车站哦，一个新的火车站、叫做南台南副都心站。就配合铁路地下化以后，我们会增加带他们增加两个站、一个是林森站，我还听起来没办法、一个是南台南副都心站、另外我们应该最近我们正在争取中央的核定、就是我们要跟高雄捷运要连通啊，也是为那我们那个高雄的红线、它会延伸到高雄的乌来、对、我们会按乌来接过来，也是红线延伸从经过嘉药，经过嘉药啊的新的副都心的、经过这个、经过奇美博物馆，是经过机场，然后在那边也会有一个站、okay、就在这个照顾住宅走路不到5分钟就一个站、所以它未来是双铁共构，哇、就是铁路跟捷运都在走路可及的地方、所以它的后市非常的看好，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而且整个居住环境很开阔，又离市立医院也是步行可及。哦，这有需要、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了、那现在已经有215户的、这个民众已经登记215户了。对现在那已经有130户左右已经交屋了。哦，那样、交屋还有一个陆续、已经。全状拢贵好好啊，好阿妈高处阿妈嘛高收息啊，哦阿妈阿得看可能的单玻璃啊，也可能为啊护理建设会提供一个40万以下就可以帮他三房装潢好，真的专、案有一个优惠的装潢的专案啊，当然这是民众也是家己选择，你嘛要选，你要家己，你也是家己装潢啊，你嘛在跟建设公司谈哈啊他。他有好像跟 IKEA 家具有一些合作关系，也一点有样品，我也当和咱市民做参考的。阿姨嘛，干嘛讲伊个那关于买晒委托引起装潢？哎，简单来讲，就是讲其实伫咧咱讲居住的品质提升啊。啊，陆续有一些是，要单领到拆迁补偿费，伊才要交出来。哦，还有一些，还有大概100户，不到100户左右，伊就讲。
有的是说要等孩子，因为他有的 是还在贷款还在办，对 啊但是我们这次嘛有特别申请台银给他最优惠的滴滴贷款啊，其实大部分的组合一定的，起码你设计是拢给，现在已经一开头啊，一般来讲188啊，啊另外这，低于了，哎，非常的优惠了，对 啊，所以那另外其实拿领的拆迁费是，当然看一处迄个拆，迄个范围了，嗯，领的拆迁费啊，其实有很多，大部分都还可以足以，或者是只要贷款一点点。就可以来买这个住宅，一点点这个说法，其实因为每一户的拆迁的范围不一样，所以我都一概而论了，是，但是我们评估这个15,000，起价是20几万，这个在台南已经是没有这个行情的，这个台南起码被不会处去接拢很多地方新的房子、新的大楼，而且它这个大楼里面有游泳池、有SPA、三温暖。有健身房、韵律教室，而且都是高规格。开到25万，我是唔知啦，其实市长，但你足久无买厝啊，我最近都买，我甲你讲一个事实，开价还开价啦。哦、我真正买的时阵吼，应该唔是25万啦。对啦，我唔是說。不过我有安尼算啦，来听这种边，我讲一个较实在介绍，佮包括你的地点啦，你的增值是在后面嘛。一般啦，你台南唔较贵啦，不算22万。22、23左右啦，不过重点是你以15,000块，其实已经算减一半了，差一半，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我讲来，这也是一个弥补嘛。希望好家为了城市的这个建设，是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了。对啦，所以这是咱起户的心意。而且妈妈看到已经有差不多已经有，就是讲有权利登记的，大概已经有80%。登记的，所以超过215户。215户正常来讲应该是388户，刚是啊，但是有的是有处，有的是伊的土地不是伊的，哦，伊是公有土地，伊的是有的是占用，还是讲租用公有土地？哦，啊，迄特别那个就没有办法，嘿啊，所以大概有80%已经登记要申请啊，陆续还会再增加，我们还会考虑在最后还有第三波，是，好，就是说还有一些。因看到大家遐厝遐水，嗯，啊，那么很多很棒的公共设施，是是，啊，陆续愿意在很多人愿意再来登记，嘛，我开始那个申请了。给恁那办较好吼，应该这已经有一半，超过一半已经交屋了。交屋了哈，恁那是办较好吼，其实基泰管区吼应该对恁合适。我讲实在，滨东迄个公用路嘿，敢有遮优惠，更唔知咯。是，没吧？所以这个大概是全国创全国之先的一个，是啊，先其实先照顾，先安置，那在后面拆迁呢？对啊，这个一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个案子。虽然其实也有不得已啦，所以我觉得李孟彦市长，你都开头先有讲，其实为着咱城市的进步，是啦，哈，加所有大台南市民哈，即个咱讲居住的这品质哈，规个提升嘛，哈，个安全，嘿，个安全，交通的安全，真的也是城市的发展啊。所以其实是有一点，真的也是不好意思，对不起，但是真的能做的，请大家一起体谅了，哎呀，是啊，大家我们也会就是说，他们交屋完，是啊原来的房子，马龙搬清楚。贵好清澈，那我们才会在他们同意之下才会去做相关的这个拆除跟工程，对啊，然后我们希望这些整个过程都是和平，大家互相体谅包容的心情来执行，对啦，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比如呢，我怕我说这个去买，但是我是加减说一下，其实我们身上都背着贷款，是我背一批嘛，差不多背25万啊！啊，我身上就要背很多的贷款啊，25万，因为我没这个机会，人剩我10万嘛。豪宅了，卖公豪宅很小一间呐，哈。啊，我讲啊，但是那有的人愿意，可以讲开价的钱，其实我是重视生活品质的人。我相信起码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哦，其实人生短短啊，越来越那个。无这个生活，我始终哈，那是咱讲会使话享受一个。不罪过，不是罪过，不过正常的人，因为遇到这种事情，其实身上都要背着很重的贷款，
但是因为拆迁户这个情况也是不得已，但是也因此你就当作也有点因祸得福吧。因为你看，你爱看你人生有什么敢讲去看？有的人就认为讲我都无甘愿走啊，这所在就好，因为这个土地也是这块这间厝对阮有意义。不过你有时候在想，这有一半哈，在一个人类的历史上面会有遇到一个大家这样的一个改革嘛，让城市更好。所以你也是做真多的功德，因为较早铺桥做路，拢是真深的功德。你的印后地。租家孙，所以我讲哦，这个拆迁户，咱唔通用万叹的心啦，那真正等着你往好的去看，那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境遇，或者是你有不得已遇到贷款比较重的状况哈。安哥，我希望讲你心掏亏哈，淡薄啊，啊哈，好家己哈，去日子哈，较好过，因为在实质的补偿上，其实温寡人来看哈，真的已经。很不错了哈，来政府也尽最大的力量再来。我看起来已经比别的管区是好开水啊，所以我们在阿公嘛，希望咱铁路地下化的这个工程，能够在和平大家一起努力的来。今天呢，因为后来哈蒋月慧迄个哈屏东火车头边啊，迄个公勇路迄个拆迁事件哈，佮大家即个话题哈，都佮压起来时阵，都真侪即个，比如讲电视台哈，都在邀请有同样境遇的，都请台南一批拆迁户，吼，佮要讲家吼，佮台南市政府嘛是安尼讲家吼，就无回无目屎吼，真苦吼，啊，所以我讲今仔嘛是爱来了解一下，好，今仔来了解一下。能提供的这个应该真的已经是创全国之先。好，听众朋友听，那是干嘛讲吼，在嘛佮咱脸书上面。快乐联播网粉丝专业赶快回应一下，啊，是你认为讲有啥咪咱无讲你问到的吼，市长要来弄会当来跟你回答。好，第三个问题，现场的时间因为来到5:36，这台湾吼水利专家李孟彦先生在现场。他如果今天没有做台南市的市长的话，不敢水利界吼所有的人吼。都不会哈，这个忘记他，都很尊敬他。但是呢，最近这个气候变迁实在哈是太可怕了。热好的是安尼，无热无热哈，一热那天顶雷公啊，那一直弹一直卡吼，真恐怖。啊雨吼啊，熊熊拢热，哇，好几百公里，那个叫公里嘛，对不对哈？公里。好，所以呢，有时候就会积水。积水是要哪来看？积水你若在积。点钟两点钟以来会当刷去的，迄算管区政府吼，已经算有良心吗？不过那是无刷去的吼。那市长你自己来讲。我想每因为台南县市合并之后，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啊哈。那我也知道有一些民众因为这个厨余废水啊的卡垢吼底下造成积水或者。这个像外县市看到新竹桃园遐嘛有啊，粪扫它掉，那个独钓家卖贡啊哈。是。咱起码怎么样在提升？一般咱市区哈，咱的这个饮水哈，是。那是讲是河川，比如讲三文溪、八中溪，伊那伊个液体还是溃体造入来，哇，迄个不得了，一个人一淹就淹一老管，是。啊，一淹可能淹两三天。你买讲柬埔寨迄个水坝溃堤啊，那讲了赶快。讲迄个溃堤或是溃堤，其实那个都很严重。迄个就迄种，捌一届迄个巴翁洛农区啊，咱迄个纽亚，纽亚迄积水溪淹入来哈，差不多巴巴莫拉克迄阵啊，哦，遐个乳牛哈，是，拢因为剩一粒头伫水面顶头，是，在那边呼吸啊，啊，那时候也淹死了，好几万头的猪跟牛。天哪，那个曾经几万头的猪跟牛，最后是用警力借护，是把那些尸体都送到安定掩埋场哦，不，现在安定的掩埋场那边的居民，或者是安定乡的乡长，当时也是抗争的。以前看《白蛇传》，水淹金山，生灵涂炭，对，哦，那很可怕。那时候我记得我听以前台南县的同仁在讲，一说那。真侪阿兵哥来倒搬迄个猪阿甲牛的尸体，搬，因为拢捧起来了嘛，搬迄尸体啊送上车，结果因为太多天，迄卡骨一扭，规全脱离的，骨头甲肉骨肉分离，骨肉就恐怖的啊，因为也很臭嘛，整个爆开，很多阿兵哥当场昏倒，
或者是到旁边去吐，是是、欸嗯、最后可能事后都还要做心理治疗，对对、因为那个恐怖的、嗯、恐怖的景象的味道景象，嗯对哦，紧卡骨紧肉的骨肉分离，很恐怖、嗯啊、所以那个惨状、嗯、就是说河水泛滥进来的惨状，是、哦啊、或者说我们的白水、嗯、白水也有一些有的做提防、哦、像我们摸到白水啦，嗯咸水溪排水，就是讲咱即卖迄个嘉南大圳伫安南区，做地方哦。好、啊，咱迄、那个，做、嗯、华，迄、那个，比如讲咱的三爷溪，嗯，啊，或者说我们港尾沟溪，啊，是咱起库这个，嗯，这个相关的排水哈、啊。是。啊，这种排水也是有时候也要做提防。嗯、是。啊，如果从排水淹进来，那个大概也都会到腰。嗯低洼的地方可能会到腰部或是大腿以上，我淹水真的很痛苦、啊、淹可能是、啊、一淹是可能是一天或是半天、嗯啊、甚至有一两天的、啊嗯啊、所以、我们在治水其实主要都是防止这种瓦水淹进来、嗯啊、瓦水河水淹进来也是溪水淹进来、嗯嗯啊、造成这个、一个大腿啦、啊、甚至是到屋顶燕哥，其中我淹水的这个状况，我请教一下，你讲、啊、这块呢才是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的一个伤害。你讲那是跟比如说河道那种，其实那个如果改善的话，淹水是不是也可以有泄洪的地方？对，也可以排水泄洪，对，对不对？對其实一减二个是、嗯、啊，所以咱这几年、嗯、因为台南市，嗯，台南整个大台南市过去会淹水的地方非常多，嗯、因为很多河川。弄阿伯经底完成，嗯嗯，还没整治完成，啊、因为整个整治起来要600亿，要600亿，因为很多该征收的啦哈，嗯，该征地的、该提防的弄阿伯，啊，所以这几年咱是，你讲咧征出前瞻计划的钱，总共算起来要600多亿啦，从那个大概是水利署规划的，嗯嗯嗯，好啊，从合并以前，大概那时候就是叫易淹水计划。哦，易淹水地区整治计划合并，那县市合并以前，那时候中央就有这个八年、嗯，那时候叫8年800亿，嘿，全国了哈、哦。是啊，那你说那陆续那警处加这还有合并后这7年，是、哦、那陆续大概争取的快200亿左右。哦，所以其实已经有一些成绩出来，我已经有一些成果。阿内哈市长，我先那个，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脸书哈。是，因为今麦脸书上面有李淑媛小姐跟陈文祥先生，那他特别、留言了哈，在治水这方面，他说最棒的李孟燕市长，和顺工业区。工业区厂协会理事长陈文祥代表和顺工业区568家厂商，感谢李孟燕市长改善了工业区的排水，我们不再淹水了。好、哦，谢谢。你看，多谢陈理事长，市民拢给你肯定。感谢，谢谢陈理事长的。但是我们还又是在继续，还有很多还没做。嗯、是啊，所以这几年其实咱也做了不少这方面啊，包括起户嘛，家己。嗯除了中央的钱，市府也自己出了不少钱，哦、包括配合款，像是讲咱有些应急的工程，我们也一起处理哈、啊。所以真侪所在，像以前足够阴的迄个嘉药，嘉药遐有一个家具博物馆，哦，博物馆内底，哦，迄个当阴追魂呐，差不多米八，惊人米八，180公分的意思。那个那东哎，我以前阴个家，啊，就比人较悬。啊，从2012年、2013年，我们临时。三爷溪的应急提防临时提防哈，临时提防做好以后，它就到目前都没有再淹了。哦，太好了。啊，像林德工业区，嗯，我记得1801年520，是淹个腰啦，淹个腰啊。仁德工业区那一带大概淹了1000公顷。天啊！啊，我记得那届我跟赖市长是、啊、那时候去看现场，你准是水利局局长的时阵啊，市长。迄个热市场，去勘察的时阵，佫去哦一间工厂的头家娘赶出来。迄个工厂头家娘，迄头家娘伊是抓枪，嗯，抓枪淹了拢去啊。伊迄个淹水损失到200-300万。哦，阿姨就讲，所以你袂讲生气啦，人甲你赶出来拄啊好尔。哎，拄啊好。是啦，这将心比心，将心比心呐。啊，所以伊就讲啊，淹10几年啊，10-20年啦，啊，境界拢。大概老，按总统加省长拢有来看，县长拢来看足侪。哇，真正足侪年。啊，看，啊，拢无做啥，嘿，继续咧阴，爱着足气。是，伊就叫阮麦哥来看，哦，麦哥看的，麦哥卡。意思不，不要再来烦他们了。不相信你们的啦，对，啊，我们就被赶出去了。是，啊，工业区，一直到工业区理事长阴嘛，
嘛真贴心，是因哥以议会来献花，嗯，哦，也得鼓励我们。我们那时候也在议会被修理得很惨啊，因为那一次的淹水淹死了两个人，天，有两个妇人，伊要去找伊个鸡，嘿，要去救伊个迄个鸡啊，干咩嘛？啊，不晓做，因为涉水嘛。天哪！所以淹水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注意安全。你走在马路上，是是是，你们咱都一起搞啊，都一起落，嘿，啊，就掉到水沟里。后来哦、啊，是这个结尾的吼，拍摄因为电台差不多时间已经过五分钟，一定还差不多啊。先跟李孟燕市长吼，先这个请他先停留一下。其实这个治水的问题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他是大禹来投胎的，以前大禹治水吼，比滚还厉害，对不对？好，来，听众朋友说收听是快乐联播网，这是快乐新声，我是 Angel， 谢谢。上好康，今麦来跟大家讲就讲吼，你头髪真是愈来愈简单，只要咧你会晓来洗头毛的人，你就会当来逆，而且咧只要五分钟至十五分钟，这个泡沫一变色，你就染好了。吼，是这尼啊方便的物件，嗯，这尼啊赞的物件，佮唔免靠别人的哦，吼，要甲大家保证，就是讲咧。不是有些什么有毒的化学物质？对，刚刚讲到很多的伤害啊、嗯，其实都是因为这个很强烈的化学物质导致于我们这个头皮毛囊的伤害。最伤害人体的是什么？就是 PPD 对苯二胺。嗯，这个染发剂没有不含 PPD， 是，然后不含化学重金属，是，也就是说在你的头皮跟身体里面不会残留这些有害物质，就它不会去伤害到你。咱以往看到要去你头上，用一罐一罐的，有无？对。啊，你也怕开了，就惊讲也污染，而且如果没有用完的，剩下半瓶，你都要把它关起来。但是下一次用，可能它都变质了，弄坏起你弄坏蛋掉。嗯。所以咱今嘛呢，就是几包几包的铝箔包，好，然后呢还有两边，你一次两边都要拉开哦，它就有个缺角的地方，就把它拉开，拉开，嘿，挤出来，两边一起挤出来，一起挤出来，对。就是一颗头，你就是用一包就够了。短发一包，长发我建议一次就用两包。哦，丢丢丢丢丢，对，很多包，一盒里面有十包，十包，对。那几阿伯是十包，十包，嘿。啊，两阿伯为起给是偌济？两盒的话，市价就是1980块钱，1980。所以来今天的十杯酒也是一样啦，好不好？钱要花在刀口上。嗯，本来两盒20包要1980，今天给大家，今天。就优惠给大家，第一次来，对，五折990块，990两盒，嘿，就五折，五折、哦，对，哦、来跟大家讲，有黑色的，够咖啡色的，是，咱几周拢是港色的，哈，几周拢港色，比如讲你看是黑的，哈，还是讲你要咖啡色的，你放心，伊的色拢就主人，两盒1980，现在只要五折，对，990，定位是0800-0500-589。0800-0585-589，来露露把这个电话给你的时候，请你今晚马上卡，因为来只有20个名额，再送一盒，前面20个打进来的三盒带回去990块，你头毛你一本只要30几块，给你健康挂保证，安全又方便，卡着这个电话0800-0500-5890800-0585-589，一通电话宅配到府，货到付款，回到你家户籍就会使啊。快乐上好康，让你越来越快乐。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来快乐联播网，大家所收听是快乐新声。哎呦，咱的陈文祥理事长哦，现在在脸书上面哦，哇，写了很多呢。李孟燕市长在水利局局长任内的时候哦，来这个和顺工业区会刊，然后协调公务局，还有安南区公所会刊了三次，前前后后做了5条的箱涵，20多条的这个水沟的改善、哦、包括这个水流的方向、哦、都做了调整，是真正的治水专家。所以我说你是大禹来投胎的嘛？没有没有，谢谢陈理事长、的支持跟肯定。嗯嗯啊、我再继续说了，你继续说，你们就刚刚哭就给我们挂出来那次、哦、嘿嘿嘿啊，后来我们就那时候赖院长就跟我说、啊、这已经阴历30年、嗯啊、都没法解决、啊、希望我们可以专案
来处理啦。哎，是是是。啊，所以咱就不除了争取中央的经费，啊嘛，继续咧努力。嗯。啊，当然有一寡是，哎，原来台南县迄阵啊，就我那有争取，啊，包括迄个志宏池，是，迄阵啊争取核定啊。在咱合并后完成志宏池，嗯，哦，啊，佮做一寡应急堤防、应急抽水设施等等，啊，所以，就渐渐迄个，捌2011年迄届淹1500公顷，嗯，啊，迄年淹九遍，你都懂不懂啦？西北雨、风台雨拢淹起来的，对，哎，迄个所在真正较特别，啊，所以啊，后来就整个改善哈，那即嘛，因像最近。梅雨这样子好雨，对对对，差不多还是有一点淹、啊、但是只淹大概10公顷，10公顷、哦啊、面积变小啊，给足浅，那么很快就退、哦、啊，所以我们啊，然后那边的地价，嗯嗯，本来讲一平四万，啊，那边的厂商联谊会讲，阮老来拢是走不掉的，能搬走的都把地，迄阵叫比惨哦，哎，一平剩四万啊，现在因为比较不淹，然后也经济也很多投资者愿意进来哦，是啊，所以现在已经涨到大概11-12万一平，11-12万哦，涨3-4倍哦，哎，阿哥已经无跌哦，所以迄个哪位投资的哈，应该跟着政府治水的方案还有交通的建设跟着走，哎、欸，真正哎，啊，过来就是讲较早吼，那万碳工走不掉的吼、嗯，现在也翻身了，咸鱼翻身了。啊，另外就是讲马贝达各位乡亲报告中，咱即马气候变迁、哎，有时候落千公雨，对对，千公雨，西北雨千公雨，但10分钟都未落超20米，嗯，都落2公分的水啦。是是，啊，迄款呢，就是讲也它会造成超下的雨量超过侧沟的一个容纳的标准。嗯啊，水的，迄个里面侧沟袂浮，嗯，好，啊，可能会短暂，用10分钟，也是讲差不多半点钟的饮水，一点钟的饮水，嗯，啊，超10公分、20公分，嗯，啊，那个坦白说，有时候是很难避免的，哦，很难避免，包括高雄最近嘛，落千公，顶个月嘛落千公，吼，迄种上济公的真无多啦，大概在高雄市政府咪讲，啊，你300亿拢淡水堆，嗯，淡到水来，哈、嗯，整治300亿，怎么还是积水，嗯，啊，其实这款情形嘛，拢发生伫对，像台北，台北嘛，头2年前嘛，发生过6摆，啊，大家拢讲，基隆河在线，其无啦，其实是，基隆路被淹的时阵、嗯，啊，大家讲，基隆河在线，哎、嗯，啊，咱今嘛咱台南家安中路，那我那会接。大家都安中和在线。来，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我插一个话啦，国际情势啦，佛罗里达州啦，一个跟海平面几乎平行的一个州，嗯、在美国啦。他们说，他当时其实在城市设计的时候，哈，他们那个、嗯、沟渠的那个高度，当时防洪的那个标准，哈，其实也没有想到遇到气候变迁，是、嗯、怎么讲？现在全部失灵，已经嘛哈，而且，迈阿密一边嘛是应该才半台车拢无，才一台车。王博，我被讲诶，其实每一个城市都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一个限制。好，有限制，但是就是说，如果还在容许范围的话，嗯、那或许会有市民更期待，是说您又是水利专家，安尼有法度专盖不？是，我想，当然，咱会使有一些这次像这几波豪雨发生，有一些路面积水的地方，我们还是会专案。可以来处理、啊、看怎么样改善。就一两个小时还没办法退，那就有问题。那说超过30公分，还是一两点钟没法退，那个我们会专案的来处理。是。另外就是说，但是每个城市任何的天灾、啊嗯、任何的设施都有它的极限。譬如说我们耐震，就是跟八级。对了，超过八级也是。你如果说要抗到9级、10级，嗯、你可能调就占几间厝的50%以上了。好、哦、啊，所以那个就跟就是整个你的防灾等级跟设施的那个有一定的标准。那等于大自然威力无穷，知道人类多渺小哈、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有时候不要无限上纲。我们其实人呐、啊，所谓淋雨，包括到底带他们怕割用不管都有因素。其实我们适度的包容，你在可容许范围哦。我讲哈，卖像迄20、30年拢无盖，迄种迄个伤夸张哦，对不对？啊，你讲有该剩，那现在剩一点点，我觉得那个容许范围。现在就有、嗯、有时候会有一些有立场的媒体。哦，他就是哎，你家那小块积水就把你渲染，哦、成说都公家民不聊生，我治水失败了哈。啊，无、啊、那波都做新闻，浪费。
你浪费民脂民膏。当然我们现在也有发现，就是用旧的新闻啊，齁，就是变成一个假新闻。你用卡扎比欧金焦，齁，还是说你用卡扎几年公台南在淹水画面。卡扎格用企业哦，把那个旧的以前在偏乡淹水的温泉归你，也有人误植那些照片啊，齁。齁啊，所以我刚刚讲咱今嘛民众得靠智慧，今嘛在看媒体，在听媒体的时阵，其实啦，安娜稍微求证一下，理性分辨，理性，不要先情绪出来了哈。哎、欸，我讲干嘛？人生短短，看我们快乐过日子哈。你所收听的是快乐电台，啊，就剩差不多两分钟，真的要讲一个蛮重要的哈。大家对于这次湿地，是，对，很湿地哈、嗯。我想这个主题也是最近也有被因为选举有被炒热了哈。是，那其实湿地的发布哈，嗯，在原来。县市合并前就发布了，嗯，哦，迄阵啊，就发布一万五千几公顷，也是湿地范围，哈、嗯嗯，啊，那时候还那时候内政部还有授证，嗯，授予这个湿地的证书，是，哦，迄阵啊，可能大概五回就湿地就是、嗯、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待遇，嗯、被发布为湿地，可能就会带来好的建设，也是啊，嘿，好、哦、啊，那后来2013年，这个。在湿地有做一些修正的时候，嗯嗯、那市府也去争取让它减少1500甲，嗯，减少了1500公顷的湿地范围，嗯，啊，但是另外就是说，现在的湿地其实99%，嗯，拢是国有地啊，哦，发布，所以村嘿啊村1%，嗯，1%才是真正的所有地，啊，但是所有地伫对伫河川内底，哦，伫河川跟溪湖里面、嗯、啊，所以对真正民众的财产影响，嗯，其实是很小。哦、啊，然后在国有土地里面继续耕种、继续养殖，嗯，这些都是可以被容许的。哦，安天就没有听到这个重点吗？也可以去继续承租国有地。是，好，那李孟彦市长哈、都亲自哈、来说明了。我想啊、诚意是够，但是时间是不够，下次要再来。来听众朋友，希望今天弄解释你所有的疑问哈。啊，感谢听众朋友在手机边收听，搁在脸书上面收看。谢谢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可爱的台南。好，跟大家说声再会了。再次谢谢李孟彦市长。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全国听众朋友大家的这个收听。好，就等来周末愉快，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见，谢谢，拜拜。谢谢。